念念出生无尽，念念含容空有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，十方诸佛看到我们真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一切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这是什么样的福报？三世诸佛一起来说都说不清楚，太大了。这一句名号实际上就是十方三世所宣扬的一切经典总纲领，也是一切经典的总归处，因此净土法门教众生持名念佛，令众生即念立念，前通佛知，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念，即凡成圣。这是这个法门的妙啊，真妙啊！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同学怎么样，如果你们同学要心细一点，心地妄念少一点呢，我想你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啊，那就是讲无量寿经的法缘特别殊胜啊，我自己一生的体验呢啊，我讲过很多部经论，法缘最殊胜的是弥陀经跟这个无量寿经，这总有个缘故啊，啊，听众特别多，法门殊胜啊，诸佛护念啊，龙天善神拥护道场啊，这一点都不假了，法门是好，可是真正入这个境界还是少数人啊。在理论上讲，善导大师说的啊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那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口说的，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。啊，为什么有的人修这个法门不能成就呢？佛没问题，法门也没问题，经典也没问题，问题出在修行这个人。这个人呢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没放下了。即念他没有立念呐，这个即念是阿弥陀佛了，立念前面讲了，这一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，这叫真念佛了。一面念阿弥陀佛，里面还掺杂着妄想杂念在里头，你把念佛的功夫破坏了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前通佛知，暗合道妙了。你看你讲得多清楚，讲得多明白啊！你必须要即念离念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，不能夹杂妄念在里头。啊，所以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我们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
间断。这样念呢，你就能够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为什么呢？你念佛就念到一心了。你看，是一心，就跟阿罗汉、辟支佛这个阶层相等。离一心，那就是圆教出入41位化身大士那个境界相等。你能念到一心不乱呐、而且这个方法简单容易，稳当可靠。一点都不麻烦。这个教通不通没关系。所以有许多不认识字的，没有学过经教的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几年，真的他什么念头都念掉了。他念到一心不乱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到方便土去了。这人很多啊。到十报土大概人数少一点，到方便土人很多。他把执着念掉了，他什么也不执着了。单单经上讲的就叫你执着名号，执持名号，执是执着，持是抓牢牢的，抓紧了。就这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，什么妄想都没有。这个念佛功夫成片了。功夫成片生同居土啊。生同居土也是很圣人的。极乐世界没凡夫，都是圣人。即凡成圣。故苏超越就莲池大师讲的。越三起于一念，其住身于片也。三起是什么人呢？我们现在很清楚啊。华严经上所说的从初住到等觉41位化身大士，他们无名断掉了，无名习气还在，到等觉无名习气断尽了，需要多少时间？三大阿僧祇劫，你看，超越三大阿僧祇劫一念，就这一声佛号啊，超越三大阿僧祇劫，其住身，这住身就是41位化身大士。片言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就这一句跟着跟化身大士等齐了啊，那不是普通菩萨了，化身大士就是摩诃萨了。还有什么法门比这更殊胜的？找不到了。所以我们学这个经，你还会有问题吗？你学这个经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护念你，你看不见他，他看得见你。
以前我们还有疑问呢，现在疑问没有了，我们相信了，肯定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还原观上给我们讲三种周边。无论是正报一毛端，一报里面的业力未成，它的波动，念念周边法界，念念出生无尽，念念含容空有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，十方诸佛看到我们真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一切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这是什么样的福报啊？三世诸佛一起来说都说不清楚，太大了。啊，这一句名号实际上就是十方三世所宣扬的一切经典总纲领，也是一切经典的总归处。啊，所以前面这不是黄念祖一个人说的，黄老居士也是秉承历代祖师大德所讲的称心其谈。讲到究竟圆满，就这一句名号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